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快乐下厨实验室，我系小林同学啊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中式包点核桃包啊，真系超级无敌好好食啊！爸爸放工翻嚟食咗第一啖，佢就话好好食啊，要 encore 啊！大家一定要试下呢、这个微微甜嘅，即系少少甜嘅核桃配埋呢个豆沙咧。豆沙馅真系好好食，我全家都中意，我相信你哋都中意食嘅，真系好好食。咁其实做法都好简单嘅啫，大家留意我啲文字说明啊。咁喺呢个时期，我都祝福大家幸福安康啊！